吃啥？牛肉。太冷了，还不能运动。这也太美了。我车考上这个马车就过来，你吹吧。哎呀，我怎么还能把它吹过来呢？会这个吗？不会，我好久没吹过这个了。我有点昏，我的头有点晕了。这是马还是牛啊？没戴眼镜，长得像马又像牛，是马。我好想到对面去，趟过去。他也没有船吗？那个马怎么过去了呢？哎，哇哇哇！你看那个山都在云后面。那我能先进房间去？可以。十八。牧歌民俗汇演活动，他等会儿会唱歌是吗？哇，他们有乐器。嗯。看看他们。呀，不试试？音乐，走。拿话筒的都是我的右手。我好好听啊，这个跳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这是最最有名的那个石锅鸡。石锅鸡，我都要点了。在我这头上拍，拍的爽快。这个呢？有问题吗？这光有问题了。石锅鸡是这样的。你说的。但你看石锅鸡，它这相当于是果果什么的。就干果，也不叫干果。真的还挺石锅。鸡汤。石锅鸡汤。那它也可以涮别的东西。对。那它有味道。蘸料，蘸料要蘸料，它其实里面这是鲜嘛，因为它这有盐，有盐还是有成长，它是高盐鸡，对，它是清淡，然后它非常好，
所以它运动量大，运动量大，对，就是它肌肉多，不然被猜测，猜测它好吃的原因。这是我发的吗？我现在学的。哇哇哇，这个蛋壳好好吃，是吗？啊。有点怕，那你回来吧。哎呦，我怎么爬不上坡？是，对你啥别跑了，就是确实有点氧气了。哇，这也太美了吧！找一个好看的角度啊 ，nice。好看。我想把这个山拍了。哇塞，有点厉害啊！像不像？这有点很厉害。